今天天气真好，非常非常阳光好。这个是我昨天搞的那个风水阵，今天实在天气好得很，这个太阳在这边，啊，有一点点微风，有一点点微风，很舒服。所以呢，我就把我那个时间呢，就把我自己很满意的一张书法，拍下来与大家分享。我这张书法呢，主要是讲那个天象奇观的。因为自从佛诞以后呢，我就拍的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天象奇观，特别是我们讲那个天狗赤日啊，蜂王朝阳啊都有，啊，还有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说，除了拍了很多那个海陆空天，动物以后啊，好像大鳄鱼啊，我就想要是有中文字就好了。真的也有，所以我这首诗呢，就是纪念那个情况的。我的诗是说这样子说的：不恤天文以创新，奇观屡变免凡人。评述汉字非常事。小物威严叩谢神，啊，这个就是我的打油诗。我的落款是这样子说的。我说意境智慧之变异，即任何事情都会发生。有云：“成则灵。”至今愿望已成真，老天赐我壮丽草楷行，即《说文》《中国字》。外国科学家不知会反应如何，这些证据必引起一定重视。时代在变，天象亦然。昨晚获悉西班牙高达40度，加州、希腊、瑞典罕见如此严重山林大火，人不爱惜大自然，和平共存，无视天灾之教训，后果堪虞，戊戌、立秋、全席法大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呢，人类不领悟老天爷的好意呢，就一定会付出大家严重代价的啊。这个是我的小事啊，因为我刚才说了，我拍了很多那个天象奇观，有中文字，这个是外国天文科学家是不理解的。要是到将来中国天文科学家把那个无神论扔了垃圾桶以后呢，我的证据就会发挥作用了。好，谢谢大家欣赏。